十字。嗨，小伙伴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汉字卡片，看。龙 ，l ong 龙，周 ，z o 周，龙周。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汉字，龙 ，l ong 龙 ，l ong 龙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。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龙这个字就像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在玩珠子。神奇吧，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龙是我们古代传说中有角的长长的动物，它能在天上飞，水里游，还能在地上走。龙舟，小河里有一条龙舟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汉字吧。周 ,G-O, 周 ,G-O, 周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。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这一次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舟这个字就像是两个人在划船，船头放着一个救生圈。神奇吧，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舟是指船，龙舟，小河里有一条龙舟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小伙伴，今天学习的两个汉字，你都认识了吗？跟我来，变！哇，一起大声读，让我听到哟。龙舟，再来一遍。龙舟，哇，汉字真的很神奇呀，小伙伴。志向还有好多好多更有趣的玩法，快去看看呀。志向阶梯想象十字卡。志向极速识字 APP。爱我你就扫扫我。让我陪你一起长大吧。